你看，还问为啥要放了？你说这话吧，你去问问就是咱们直播间的粉丝吧，行不行？就是你问问他们，就是说让我放了那些人，行不行？可以吗？ 你们可别霍霍我了，行不行？你们以后别问我说，哎，怀孕了你为啥不抓？千万别说这话了，行不行？啊，别说了。为啥？你为啥不说怀孕了呢？他们肯定知道呀。我说了，是不是？我说了呀，他们说他问我为啥怀孕的螃蟹不能抓，这么回事，知道吧？凯兄可以吃吗？ 可以吃，游客不让进，肯定不让进呢，就这样的，知道吗？这样的可以吃，要抓的话，螃蟹就绝根了。绝根说实话，绝根不至于。说咱们一天能抓多少啊？一天也抓个30个的，说还能影响了生态环境呢。在这赶肯定不要米，但是你们来不了，这是那关系户，知道吧？你看这边又来只螃蟹，在这。 这个没怀孕，这可以收。怀孕的母蟹好吃吗？我没吃过，我没吃过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怎么是人家包的，不是我包的？怎么我没那么大的实力，是不是？我要有那么大实力，说我还……此时此刻，我需要你们的鼓励，哥哥姐姐们。但是，对于肠胃不好的人呢，然后不能吃，知道吧？因为那啥呢？ 你看，那谁一个人他又是给我挑刺的，抓，啊，又让我抓，你看，这个螃蟹是个死的吗？哎，活的，你怎么这么好看呢？你咋这么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？这颜色呢？看这种颜色，是吧？他不敢说吃过，怕粉丝不放过他。我没吃就是没吃，我吃过就是吃过，一个大男人说话要顶天立地，是不是？ 不能随便乱说，是吧？吃就吃，没吃就是没吃，是吧？你看，我都老乖了，你们就是那啥，看见一只母螃蟹，我把它放了之后，你们就满屏漂流行了。你们不漂流的时候，说实话，我就是收复它的知识，知道吧？就收复之志，啊，行吧？为啥掉壳呢？不知道呀，情商够用啊。 我说实话，我就啥情商呢？我说话，我就一个土老帽，是吗？是不是？我放一只，你们就满屏扣溜溜行了。你看，哎呀，这是买一送几，这是。这你看，母的照吃，奋发图强。你是刚来的，是不是？我一会儿再给你抓抓只母的，放桶里，然后你稍等片刻，看咱们直播间的反应，行不行？可以吗？可不可以啊？奋发图强。 我看一会儿能不能再抓只母的啊！我放在桶里，你看咱们怎么这么多资源？哎呀妈的，又来个新来的！我说着，我这是在人家养殖区，天天养殖区，养殖区。我争取抓只母的。好的，奋发图强，你说的啊，这你说的。嗯，你那啥，你先做好准备，我先劝你一下，你先做好准备，可以吃，供我吃，是吧？ 你得先做好准备，一会儿直播间所有各个姐姐估计爱心的人士，公屏肯定得艾特你了，知道吧？我给你整一个。
要是他自己去海母的呢，恨不得一节一节的抓他。我的天，你这人这样说就不对了，知道吧？说实话呢，咱们干哪一行是不是就要遵守哪一行的法则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哥姐？我说对不对？你看这肉，我的个天！啊，我又不吃。你看我这么一说，然后我那个咱们直播间的粉丝，然后一会儿就艾特你了，你就害怕了是不是？你就不打从招了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你就害怕了你？我跟你说，一会儿直接把这全部都艾特在公屏上了，你信不信？啊，他是属于那种一顿没一顿的那种人。说我吗？你这是说我吗？我问一下咱们直播间哥姐，咱们点赞多少了？现在咱们现在多少点赞了？我又没得吃，没得吃。你们，那你没得吃，说实话就像我有的吃似的了啊，就像我有的吃吗？你说实话，这玩意儿我想干，点个关注呗，行不行？我每天是赶海直播的，每天就是赶海，只要一退潮我就来，一涨潮我就回家，知道吗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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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天！你看见了吗？你看，我的妈了，又来个买一送一的，是不是？感谢关注，谢谢关注。对，你们喜欢赶海的，说话你们为什么不给我点个关注呢？我就是赶海的，是不是？我可以带你们赶海。是不是可以带你们看大海？既然来了，这也是一种缘分啊，是不是？感谢你们的关注，谢谢。多少条福袋还一分半，没参与咱们可以去参一下，好吧，哥姐。嗯，参与福袋呢，说实话也对我这个直播间呢也是有好处的。就是为啥呢？你们参与福袋人越多呢，我这个直播间交的朋友他就会越多，知道吧？我就先谢谢大家了，好吧？可以让咱们在这个直播间呢认识更多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们，是吧？何其而不为呢？请问在哪里？我在山东。 Welcome to 山东，好客山东的日子，知道吧？你看，可算来了个像样的玩意儿了，是吧？哎，我的天，还挺有劲儿呢，啊？哎，可不可以进去赶海？东西不带走那种，这个地方不行，其他地方可以，知道吧？这玩意儿得收吧，是不是？又来看，我就，是不是啊？你看，哎呀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好玩吧？是不是？唱着首，唱着几句歌，你们就，哎呀妈！哎呀我的妈了！你求安逸呢你？我见过蜘蛛蟹，但是我没见过你这种小螃蟹，你能进得去呢？啊！我的天，从这就能弄不认识吗？是吧？哎呀，点个赞，悠哉悠哉。哥姐，哎，我的天哪，我胸口翻了下石头。我操！别跑！哎，别！哎，这鱼都认识吧？我一脸水，我今天我就不信我一个鱼都抓不着了，我的天！我今天我啥也不干了，我就抓鱼了。我去，哎，这温柔点，对。哎呀，你看这个鱼，值班，孙云，柠檬，收了，是不是？这个鱼咱们得收了吧？不管它是不是产卵或者干啥，这个鱼咱得老好吃的，是吗？在南方那边，这个鱼好像是，一般人好像吃不上呢，还。是不是？就这个，是不是石油工？对，
是不是在南方那边很贵这个鱼？就我听别人说，好像是在南方那边只有贵宾好像才能吃这种鱼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。你来那么，我害怕能饿着你呢。周兄兄，兄哥，兄哥，求求你别点了！我的天哪，我把它给放了吧，行吧，放了，让它晒着太阳补补钙，怀孕了是不是？其他地方的只有蟹，因为哎，来个虾路在这，哎，看这个，哎呀，你看它出来了。是吧，他向我打招呼了，我吃饭了，来大家点起，我吃好饭了，大家来大家点起，行了，别那啥，给你点赞，我得，哎对，给我，你们不是给我点赞，你们不是我放一只螃蟹，你们不是说给我扣波666吗？不是，你们别点赞，有没有？那个是小金鱼蟹，对，小金鱼蟹好小啊，是吧？嗯，你说话要算话哟，行不行？你们说话要算话呀，那就是别。今天帮我完成任务之后，我明天说什么就问任务有 就怕完成不了，来试试给他点，让他下场任务完不成，哪这么坏呢？你们那啥，你们想不想看大海？想看大海的话，你们就点个关注呗，行吧？然后呢，我把这晚上几点直播？我今天晚上差不多七八点钟。七八点，刚才那个海星是不能吃的，但是呢可以做标本的，知道吧？可以做标本的，扣眼镜。扣啥眼睛呢？扣眼睛，啥意思呢？不大明白呢。他咋又来一个呢？哪呢？放这吧，放这吧。你俩做个伴儿啊！一切呢？加油，兄弟们！你们咋就这么坏呢？你们要是让我抓怀孕的螃蟹，那该多好呢？是不是啊？你们咋不让我抓怀孕的螃蟹呢？你们让我抓怀孕的螃蟹，我心里不得乐呵的呢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看在这儿，哎呀，你看老迅猛，你看啊，我一看你就是个孕妇呢，你看这个富婆，我的天哪，你啥条家庭条件呢？带这么多孩子？是不是？你看，哎，这绝对是个富婆，是不是？我想看跑气儿，什么跑气儿？看，很多人，我的天，27人一起点赞，你们太狠了！我说实话，该说不说，你们太狠了，真的，你们真的太狠了。我说实话，我今天我就是，怎么说呢？我今天站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有你们这些粉丝朋友们在呢，我说了我站起来，我走到哪里，我说了我都得这样走了，我这样走。然后我以前呢，说实话走的时候就这样轻轻慢悠悠的，我现在呢我就是，是不是？我就这样走，横行霸道，知道吗？那小孩子这个可以吃的，是吧？是不是？对，你看刘三妹儿给我比心呢，哎，比一个心，哼，是不是？我这个比心标准吗？标准不标准？你看，是吧？看着罗。罗大白天出来撒狗粮吗？这是，啊？你看，独上角的福袋还有1.5分，参与咱们可以去参一下啊。是吧？哎呀，我的天！哎，此时此刻，你们看见这是啥？这边有个什么海星？一直跟你说海参，他们全都是模仿你了，是不是？以后你。看到之后你先别说，先让他们说。你们不知道有句话说的好吗？枪打出头鸟，是不是？你们不能这个样，是不是？我也认识。咋的？哎，又有29人在给我点赞了。我这榜一吗？我不知道呀。看，还点赞，你们还在点赞。漂亮了，好漂亮！我的个天，你看，我操！哦，哎呦，这个螃蟹大，我的天！哎呦，我的个天哪！
说实话呢，好大呀，这个，哇，好大，好大！哎呦我的天，来吧，我的宝贝儿。咦？你以为这样我就不敢抓你了？啊？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呢，你看这个是不是死的？你看这个腿怎么就是这样？为啥？